嗯，好。知道啦。有啦。就到了。来了，司机大哥好。到花莲车站，站票转乘，悠游转乘。
到行程，坐到花莲呐、啊，所以就是到转运站再走过去啊。或者电子鬼有什么吗？没有吗？那个九七动物园的很漂亮，还可以坐。
对啊。坐到终点站好了，就直接坐到终点站就好了。
这是什么声音喇叭？像上次坐猪猪游览车都走这里啊吧？全新手马，来路的手马，继2021大红星朝霞战舰。绝大部分都是在台湾。